你希望这一次你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绩？希望能够就是突破自己的成绩，然后希望能够进入决赛。进入决赛？你最好的成绩在台湾是谁？你最好的记录在哪里？最好是跳8公尺11的。你对得牌有没有信心？得牌就是以突破成绩为目标。目前就是还没设定到奥运，就可能亚洲亚运的话，希望能够夺牌。目前的目标。那体育会是你一辈子的career 生涯的目标，还是就跑？就年轻的时候跑。不会，就是一直跑下去，跑到不能跑为止。加油！好，谢谢。我是第三次来英国了，我每次来都不太一样，因为每次都隔蛮久的。一次来在30几年前，1978年，那次差不多十来年了。这一次来了，每次都。